谢。大家好。刚才玉波一直在强调今天是最后一个分享嘉宾，为什么要强调最后一场？我刚才跟那个伟杰，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演讲者的那个分享者交流的时候，他说，我问他，我说，我主办方把我放在最后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在国外的时候，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一般是最重要的。听到这样子，我就感觉还蛮开心的。不过刚才休息的时候，在外面，大家都找那个什么张继旭啊、大木啊拍照，没人找我，我就感觉很奇怪，我不是最重要的吗？这个，但是我想一下，这没关系吧？那大家下面还不认识，接下来可能大家都知道。今天早上那个。郭谷给我了一个启发，他说这么大的屏幕好好利用一下。我在想，也对，因为这么大的屏幕，我也没什么机会来放这么大的照片放在上面，而且一次性让300个人一起看。我感觉这个好好利用一下，大家认识一下我。我是陈广，郑少凯，这名叫郑少凯，然后是一个老司机。就是前端开发老师已经做了蛮多年了，有兼容过 IE6， 不过这个本来不想讲的，知道那个 Hex 在现场，他我了解到他之前好像有兼容过 IE4 吧，没记错的吧，所以他是一个经过一些黑暗世代的一个有故事的男人。今天我放一个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可以加一下我。那这个没人扫，那我也猜得到，因为开到时候没人找我嘛。但是可能你们不是冲着我来，但是有可能冲着我的公司来。我来自下轮欢乐馆，可能大家在有看过这个文章，在海边写代码。这是昨天星期五，我们在我们公司的外面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昨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出去拍一张。为什么会有这个出去拍？在海边写代码，可能公司在海边，对你来讲，天天写代码也不一定能出去。但是我们公司不一样。昨天我们公司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家出去走走，拍拍照，然后看看阳光和沙滩。然后有人就出去拍了一张，发了个朋友圈，好像有点卡。为什么会说一下欢乐馆还有厦门？因为我感觉可能大家对厦门还是不是非常熟，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厦门是一个好地方，还有一些好的公司，大家有机会可以常来，还可以过来旅游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在我的工作中遇到的，然后碰到了一些很多的问题，然后在实际项目中用现实的方式来解决 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可能有些东西用现实非常快的解决，而且效果非常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几个点。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大概五个点的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个简单一点的。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演示，就大概就是一个动作条，然后鼠标一上去出现一个主题文，如果这个题目让你来做，你可以怎么做？可能很常见，大家可能都会想到，直接用两个伪类伪元素，一个 before 一个 after。 before 元素你可以画成一个或者用 model 的方式画成一个三角，然后伪那个 after 就可以用 content 的方式，我主要的代码都弄出来，没有把细的东西都体现出来，主要是体现整个实现的方式。 content 用attribute 的方式，为什么 attribute 就是可能这个值是跟动态变化的，它也可以根据你修改它的值，用 view 的方式更容易实现，直接用数据绑定的方式就可以实现。 view 的话直接绑定这个属性就好了，然后我们直接鼠标移上去，然后你拖动的时候就直接变化。这个要讲到嘛，但人活着要找点乐趣，这个小小的东西算可能
还不能让你开心吧，我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我们编辑器的主界面，主界面里面有一块大的一个中间区域，它是一个画布，用过 PS 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有一块网格的一个区域，这网格的区域是一个底下它是一个透明区域，然后我们有内容放在上面。那这个网格区设计师给你的时候，给你想用一个背景图片，然后评估一下，但是我们是有需求的嘛，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这个界面的话是好像之前的分享者提到了好多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方案，直接用一个简单代码就可以直接搞定。关于这个的具体怎么实现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在 copy 点上面。接下来有一天那个设计的妹子过来，她说想做一个这个颜色识曲的。其实我们编辑器里面有很多颜色变修改的时候会用到这个颜色识曲器。那你看我们看到这边有大量的图片啊，然后背景渐变啊，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网格，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实现。这一块的话，我们后面去找了一下一个颜色识曲器的一个插件，叫做 Jupyter Unicolor。这一块的话，我们后面去看了，打包的时候发现有个图片非常大，是一个它实际上能实现的颜色的识曲的模式非常多，所以它会用到非常大的图片。我们打包出来发现这个张天剧的图片是90几KB， 但是要不想用这个图片，其实我们可以更快的更简单的去实现这个过程。大家能想到方法吗？就把下面的这一张图片全部用线纸全部把它画出来。好，我直接讲。第一个是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彩色的条，这个应该很简单，就是也是那个 gradient 一个渐变的一个方式，几个颜色取一下来定一下位置，这个很简单吧。另外一个是这种的方块的一个彩色条，其实原理一模一样，对不对？但是好像有差了一点什么，我上面留了一个区域，大家应该能猜得到。还有一个再加一个背景，就是要覆盖一个前面一个白色的渐变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在处理这个环形的。现在看一下，我们有个 curly gradient， 就是做那个圆形的色盲，那个彩色的色盲，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也差了一点，跟之前的方式一模一样。再加一个背景，覆盖住。这样子就完美了，大家看出来跟其实可以基本上可以实现原来所有图片，刚才那个 PNG 图片的所有的效果，只要你花点心思去做一下都 OK。这个妹子过来，把这个效果图我们就可以发给她，让她去检测一下。我就很开心跟她讲，我以为这样子做出来很牛逼的，我就过去找她，她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连一张图片都没有。完全就是代码写出来，你图片90几KB， 我就几 KB 就可以搞定，是不是感觉之前明明而且还是死量的，知道什么死量吗？就是放大都不会变模糊，而且你喜欢多大就多大。这是我们的一个编辑器，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编辑器我们做了一个功能，就是拖出这个画布区域以外的话，它就隐藏掉，但是设计师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在变，他说需要一个高级模式。高级模式怎么样？你超出的区域还是可以看到，那是半透明是吧，它可以盖住，就是超出去的部分还是看到一半。那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应该可以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可能之前经常用到的图片裁剪。他怎么做的？那绝对是说可能会多四个元素，对不对？大家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吗？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超出去把它隐藏掉的话，加四个遮罩，
知道的话，把它变成半透明的方式，变半透明制造就实现了。整个过程大概就这样子。那这个过程的话，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我在修改画大小的时候，制造的位置和那个大小全部要跟着同时变。我来看一下大概的样子。主要就这个，然后再加一个 background image，
Night Gradient 就是一个渐变的类型的图片。我们接下来去实现其他相关的几个功能。第一个描边，描边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也是。Text Real Color 就是先把它们弄透明了，然后我们那个 Text 做一像素就好。但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先是描边是居中描边，它不是外描边。用过 PS 的应该知道，内描边、外描边和居中描边这三个描边啊，最先问题在这里。你描边放大，再变大，没办法，它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样子，这是我们要的效果。大家知道怎么实现吗？我先不说，等一下会告诉你。其实它实现的功能有很多，不是很多，就是它这需要的功能是很多的，我们可能没办法不满足。我们怎么做到这个图案填充又需要阴影？然后需要描边，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不懂知不知道？图案填充这个实际上是把背景进行剪切，剪切的话又要投影，投影实在是在背景上面，所以会出现一个情况：你如果图片剪切，你的投影会直接盖住，就是你的填充的区域可能就看不到，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在想一个办法去处理。有没有人想到比较好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整个模板编辑的话，就是刚才就已经在线设计嘛。模板编辑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根据接收数据进行一个数据渲染，渲染的时候可以渲染多个存在元素，也可以只一份元素，但是我渲染的时候可以创建多个元素出来。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有点少。我设计有点丑，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设计是怎么设计的。这是设计师设计，相当于我们提供了，可以让他去控制各个层，他可以自己去创建，就相当于我们给他搭好了积木，他怎么去搭这个房子，这个也比较简单。图案填充，这个是其实涉及到细节。这边不好操作，这个也类似图案填充，这个是还有一个描边，还有渐变填充。效果很像，这个就有点不一样，可以创建多层，然后在最后一层加一个模糊印，这个是外发光，这个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阴影，然后把对面填充给直接填充透明的。整个根据设计面积的要求已经基本上都实现了绝大部分的功能，但是我一定要跟他去炫耀，因为我感觉我做出来的东西还蛮牛逼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工作中碰见妹子的机会不多，实际上要把握住嘛。你们不要笑，真的。要验证一下，整个谢师大会的演讲者全部都是男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发现一个长头发还蛮开心的，后来乍一看，哎，还是个男的，比较没意思。你们笑什么？郭谷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又有一天，设计妹子拿了一个稿件过来，这是我们模板编辑器一个，比如说一个设计好的模板，模板就是有各个元素，然后你可以进行修改。我们其实就是设计一些模板，让用户去
快速的调整修改，然后做他们自己的一些宣传的海报啊、微商啊之类的东西。比如说他设计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要用在我们的一个大会上。我感觉这个东西本来是我们已经实现了，他要求更过分，还要多配色。他说我设计一个出来不容易，你们都给我调，实现多调几个色就可以快速的形成不同的样子。以及配色只要调一下就好。我感觉这个挺简单吧。CSS 有个滤镜的功能，我们只要用到 HU 的 locate 色相、色相调整、饱和度、明度、亮度，其他这个我们稍微考虑，因为我们调的是色彩。HSB 实际上这个跟设计师里面的 Photoshop 的颜色模式不一样，这是后面的话。但是如果要简单的实现在线的调整图片的样式什么之类的，可以快速的实现出来。但是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在这里都会配色，看一下怎么样，看一下布局都不一样，看一下文字都不一样，还想那个位置都不一样，色彩不一样，填充的图片也不一样。我感觉这是实在过分，但是厕所还是要的，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我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很久之前的事情，这个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可以买一下这本书，或者有出了一本书叫《产品花园》。CS 产品花园，它原来出 CS 做什么？做表象处理，就是可以让你的网站样式不一样。这个网站它只有一款 API 模板 ，CSS 你可以随便写，所以它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改 API 模 ，CS 你可以随意去创作。还有一本书《产品花园》，大概有介绍这个。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写一下，根据 HTML 结构去下载一下，去官网。很多人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现在有200多个，所有的200多个全部只有一个 CSS， 所以整个网站的样子长什么样，是用 CSS 来决定的。它的结构是 HTML， 跟我的那个刚才的模板是有点关系。CSS 思想应用。思想比较重要，大家把思想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牛逼。现在的思想是什么？表象的结构不一样。这一块的话，跟我们的模板什么关系？我们模板希望一个模板设计出来，它可以调整。那调整完以后，你配色可以不一样，你甚至内容都可以发生变化。但是你只有一份，那我在想，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的配色当作是样式来控制的，结构和表象分离出来。这个退回去吧，好，就是说把它表象分离出来，就是这四个，把第一个当作 HTML 结构，实际上我不存在真的 HTML 结构，它就是一个模板。但是这也是一个模板，但是它是根据第一个模板调整出来的，调整出来它的应用应该是说，我用这个模板的时候，应用了一份样式表，类似样式表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真的来讲，我们一个模板是一份 JSON 的数据，就像大漠提到那个样式的一个实现，这个动画的一个实现的功能，我们也是把它抽象出来。一个模板是一个 JSON 数据，然后我们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一个渲染，生成一份模板，跟它的动画的思想差不多。我们一个模板大概的样式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元素、下面模板里很多元素 ，elements 下面有 type， 就是一个数组，数组下面各个元素的一个描述，这很精简的。第一个 type 可能是 image， 可能是一张背景，然后它的位置，然后 image 的路径在哪里？另外一个可能是 text 的话，它有也是有位置，它有 content 就代表这个2018 CSS 大会。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最多的一轮结果是两份，两份数据，那就是两份角色，那应该两份模板对不对？但是他们有差异，差异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把，就相当于把那样式提取出来，怎么做，算出他们的差异。这个就是样式，这个样式里面有入的，就像我们的 class 一样， class 里面有定义样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结合第一个模板，我们对模板进行修改，模板里面有对应的某个元素的 class， 它就入了的相同，这样子，这一份是样式表 CSS， 这一份是 ATOM 结构，两个一结合起来，这是新的一份样式。这样子的话，我们比如说有多份样式，是整个多份的模板配色，甚至布局都可以发生变化。这个是 CS 层面，把 CS 的思想提取出来，应用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思路。人为什么大家会想，为什么我不做成多份 JSON 数据、多份模板进行保存呢？这个可能涉及到我们这边关联性的问题。第一个，我可能想调整模板的时候，那个配色的跟着调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不这么一个保存方式的话，你是没办法的，你会变成每一个模板都相互独立。最后我的措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来总结一下里面的几个东西。第一个，用一个 tooltip， 两个元素 after before 就解决了一个 tooltip 的功能，甚至用 view 的一个双向绑定实现了一个数据实时更新。第二个，一个背景一个网格的指向，用了CSS 的 background image， 来了 gradient， 直接就画出来了。另外一个颜色拾取器也是这么做，还有一个文字特效，是第一个是应用了 CSS 的各项功能，以及文字的一些填充描边，最后再扩展它的思想，可以同时多层进行渲染。第五个配色方案，第一支版本是用到了 CS3 的滤镜功能，后面提取整个思路，利用 CS 的思想的功能，然后实现多模板的一个设计方案吧。谢谢大家。